坐吧坐吧坐吧，让你先坐。让你妈妈不让你妈妈，还让你先坐。哎呀，我日的夜了，我日的对了，对死的。就这样的走法了，我靠！我都不看了，老外给。你别说，哎，你别说，我都是胡诌了，我都是。老外，你别说输了，你胡诌。哎，我都是胡诌了。你可不敢说你鸡巴输了胡诌呢，你真会诌了。我都是胡诌了。要是鸡巴输了，你别说你胡诌。我都是胡诌了，我没有哭了，做个错了。你能啥都中，老魏，我说我都是胡诌了，我直接扔他，老魏都不用费事，我都是胡诌了。对了，我都不费事，气不着，恁这都气，三六下脚我再治不着还中了病，这是不是你了？小姐，我气不三六下脚，累死他我，那老大腿僵，我都不太高兴，放心吧。供他，走，都供球了吧？走，啊，打了，踢不跳快足，他说你快足了，黄老爷不给，这啥意思？快足什么？三娃是进口吗？还找他供，还找他供，你供了不供？吃的什么了嘛？我这不用举看住了吗？他说你快足了，这不用举看住了。中华我的万一都弄不住，那有个屁！我的天，我咋是支持他了？我跟你说，供嘛供了，我的啥都做了呗。打了供了咋打了？你供嘛，你供的啥嘛？等着他就是。整天跳着嘛跳死他了，你不是？等他跳，等他又跑过来，可能做了嘛？那咋了？跳着嘛就不把对不这跳了吧？他总把搁那等着。走哪了？走好了没？对，我对不是人家，我跟你说。咋走了？哎，鸡巴，你还搁那鸡巴给我鸡巴呢？走。摸着吗？我啥也没有摸住了，我靠着摸跑，走不你。别急了，别急了，别急了，别慌了。搁到这的看住就妥了。走不着，直接蹬着吧。直接蹬好啊！直接蹬的，那他一跳嘛的。跳嘛你们蹬。这家伙搁那走的鸡巴啥？我指你，我从头都把你指住了，你还搁那牛逼不清了，我跟你说，跑吧，跑吧，想要重包给你蹬，我看你鸡巴有多大劲，有没举了，有没举了。我想摸啥摸啥，你光。有没举了？我想摸啥摸啥。给我等，给我，给我跑了，给我把等了，咱跑往哪跑？你叫他跑。对，有时候你不要你等急嘛，他都不要你等了。这么大岁数，等老多了。给我等了吧，你啊，走你走吧。那干啥的？我叫他跑呗，他能跑到哪的？我说不能让那个。他能跑到哪的？我叫他跑着，我叫他。啊？敢等？等了几百道姿势的。把这个局限给他拼球。走，先等了再拼。我的，你中跑多厉害？你赶快等你。我鸡巴呀！踢球也啥不劲了，叫两码还有啥劲？等着干啥？他等又跑不了。走吧，给自己找麻烦，走吧。那你对局吧。我都想对局了，我就想对局都对吧？你想对局，我做事情。那他也行，他往哪跑？等了一辈子多大人嘛？多个大字，那多个大字肯定多个大字，多个大字都没劲了，啥东西？多个大字你不会呀？我吃不了。说吧，听老魏说吧，他跑一等咋样？跑一等，鸡巴的那个，我要给他停掉了。不能等吧。等老不愿意听这咋的？啊，走呗，鸡巴听这，等老不愿意听下去，鸡巴超时了，咱俩鸡巴三十两分钟鸡巴下去，你都超时的要求了。我以为等了啥事都没有了。我一等了，鸡巴他都鸡巴傻逼样了，关键是我一等了。你走半天，你不还是等吗？鸡巴等的要命。到底走半天，想了几不几分钟，到底是把路就给撤了呀？到底你丢啥了？给你丢啥有啥用？小鸟，我说鸡巴他要，我说你鸡巴你都不会下棋，你说你会下棋？我说他要弄我的事，你都不相信。那就他老魏看得清楚，看得过。不要这都吃，老魏看得过。好啊，对了，我说老魏看得光嘛，你不相信的呀？这他做个做的呀？走，做个做的啊。我说他这边，他就是有多笨，他有多笨。干杯！哎呀，你别坑！你别坑！他有啥的？有鸡巴啥的？有啥的？坑鸡巴坑！坑坑坑！跟屌啥的坑？有坑！这不是他这不会下棋，你看他会下棋都会下。别坑！别坑！我日的！你慌掉啥的？别坑！慌了你们别坑！这个马掉了呀，你都会吃，你会，我说你会吃，你说你不会吃，谁让你会吃吗？我不知道。这个马掉了，要把马吃了，我靠，你让他去哪走？马吃了，这一瓶吃，找没有？
瞎鸡巴吧，你跟那瞎鸡巴吧你。你现在吃，你叼了个十几天的叫他臭的。臭味臭味鸡巴吧。臭味就他的臭味都臭味吧吧。他的汁多呀，你看他这。他的汁多呀。刚才应该平局的。俺那挑嘛。刚才就该平局的，我挑啥嘛的。你要一顶一了嘛，等你包了啥鸡都没有，你都说啥嘛顶的。等我包等着我的鸡了你啥嘛，老子的他不如鸡巴了。这啥嘛跟啥嘛，人家挑这了你咋挑嘛。他跟这挑了你老婆不知道你啥嘛你啥种嘛不老子的了。你别管了，你叫他走鸡蛋。你能这东西走鸡蛋吧，他现在他个平局都平局呗。平局的行了，本的杨明，我说的有多本的，得有多本的，这不行。对了，四块钱我一吃一等，你会买你买好皮是吧？走，周芳一周是吧？多好了，一周一会是吧？哎呦，正经的很啊，正经的尿啊！这车道又不太。不着。他又跑了吧？谁家跑不跑啊？我光着他你的娘！吃饭吃饭你啊？我光着他你。我吃的搁这窝草了。我让一大鸡把胖妈吃了。是啊，一大鸡都把妈吃了。那大鸡把妈吃了，我靠，这看不着大鸡把妈吃了。一回妈。把妈吃。吃啊对对。这回大鸡把。嗯。靠，他搁这讲我咋走？我这也讲你。他要讲我咋走了？你回下个吊梯不回啊？你回下，笑话个吊啥的？你回下去，笑话吧，走好了吧？你回下，走好了。你回下，你回下，笑话的不轻了吗？你管我下不下？我管你啥事？笑话的不轻。嗯，还没见过他下，还没见过他下的吧？没见过谁下？是的，你没见过他下，你转一圈又回来了。看住我，他这吃这干嘛？看着我吃这个嘛，我是我看着我叫你看我就哎呦，是啊，大老哥，是的，就我叫你看，这走哪了？你搁这？我走这回马了，靠！我不是回马，你搁这后鸡巴走。这来了，这马这来了，这马不是搁这回着呢？靠！这来了，这马，这马，你先说来了没有？马，我现在你。啊，对了，你这面糊，你说你面个那里，你都这面个那里还是面？哟，别坑，还坑。还鸡巴瞧着我长那个嘛，我的，还鸡巴瞧我这长那个嘛，他不长啥？这个炮又没了呀？这个有，这个炮不用搞去了。赵建，对，赵建让我下一他三枪不是打我的，把狙打了，炮，你光说了鸡巴都是，光说了都是，哪有平局的把他给我杀了？他可以射死你。平局给我杀都和气了，啥都和气了。咱一打一的，我把那个鸡巴又给它拧了啊，绞了，再绞了吧，再弄了，搁那不能绞了，搁那有皮，搁那把全部吃了。现在吃了这样又吐了，你们绞你鸡巴，待会儿吐了反胃，你知道吗？现在鸡巴来，我是反小病，都跟鸡巴老鼠一样了，把肉吃了，太饱了，吃死你，太饱，吃哪一个？绞了，再绞了，吃。太饱，就是饭。把这橘子一推，算了，我去救了。叫人家吃个泡垃圾不到了。对，叫他吃个泡。讲清了啊！我讲。讲呗，你给他瞎逼给他说，你讲呗，讲呗。你能啊你？哎呀，你讲呗。你能啊，老费？我不怕你讲。喝多了，喝了。你给我说能啊，老费？哟，那他不给你喝呀？他不给你喝，他不给你喝，老费的气都会给你喝，老费会给你喝了，是不是？老费气会吃那一桌子，老费下了好事。对，我说让你个妈，刚才谁让让你个妈？火气黑上，嗯，老费都有劲了，火气黑不上。是的，对，黑不？哟，还想法了，哟，还有想法了，我知道。还有想法，还有想法了。这都是啥嘛？最好都是什么？不要命了。过了都脱了吧你。他会喝，他老魏会喝，老魏闲着都不给你喝。这过来一些，你上吗？对不是的，往地儿去沉的。啊，他往地儿沉。哎呦喂，不，你火锅来当吃了吗？不叫他往回沉的。这不快熟了，你看这。我靠，臭的逼。聊天了，让一走，一走。看看吧，那看。他也吃，我也杀他是吧？我吃他那叫便秘。吃便秘不是，吃便秘，先大了再说。大了一吃一股是吧？太足了，这一吃是吧？吃饭就吃了。吃，
不大手点了，老魏。应急不大。这工，应不肯应不着。等到那里，等到不着肯应不肯。工这个，我得肯应不着。双击炮，双击炮，你不是杨元总？不得肯应不着。我不老魏，工了啊。行嘛了，我给你，给应你，他妈我看着。工作呢？我太工作了。这个的，这个的，黄连桥搁这吃的吧。车我蹬着，搁这车的搁这卧槽的。卧槽，你妈不用动了。就是。哎呦，你搁那笑话叼啥？你搁那笑话了吧？你搁那笑话叼啥？你搁那笑话？你公平，你公鸡巴蠢，你公平。啥气的？叼啥？一车一车一蹬着吧，一货。啊，一蹬着吧，都蛤蟆死。笑话叼啥？我这不蹬不死你，我蹬。蹬你，蹬你鸡巴都没法喝汤。我跟你说，蹬你，一车是吧？车。吃，这不吃不死你我啊！我的小哥，吃，没去周军，你我，哎，搁这他又搁这了，我搁那儿了，搁这儿搁这儿，那搁这儿搁这都多了吧？再给他吃鸡巴了嘛？别急了，别急，你等啊，一吃，一拆一拆是吧？一锅饼是吧？我搭理你，我跟你说。我吃你了，你这菜了，这干我瞧我能吃了，吃了，我给他下，喝了都。李老师，我能吃了，我一吃了，我觉得硬。菜子一不菜一吃，我一吃的是吧？吃的有硬气，你也没硬气，你瞧就不咋，你俩都没硬。我吃不死你了，我瞧，你我能吃你，我就等呗，靠呢。我不等，就不没。你不等，那不进去抓你。今朝我进慢，抓慢他才进，进慢他危险。我会慢，我打你他了，我也。我回妈等车都拖了呗，他有啥气？我一共鸣是吧？他鸡巴骂哪哈？他骂人虎。拦着，我去给。拦着，就拦着啊！拦着走。拦着吧，你工资又给他平局了。我真的气不你了，扯别人，他有啥娇气？拦着给他平局。我霸住了，现在你五虎霸呀！扯死他！扯死！我跟你说，把炮给霸了，真是我去。那。这是公平是吧？对他的事儿，他有啥的给，在那里边东墙这边，笑话你，咱罢了，我都鸡巴对他的事儿，我跟你说，笑话，批判别人，鸡巴在周也是个货，货鸡巴傻了，我还养硬着那货，先吃了再说，在周也是个屌货精，有啥区别？我一回骂人了，你这局，要是傻了，跟这鸡巴那个了，这等你倒着了，他会等你，傻了，等他，等我，这搁这等我啥呀？我靠，我等你了，等双局单了。得等我啥？我是这得。我搭理你了，我等你啥？我等你八。你还说你不面，你还记不得？你还这面给他。我这叫面的鸡巴要命，面的给，说鸡巴面。要吞局了。说你鸡巴面。哎呦，没局了。你面吗？你还鸡巴还说你不面？好，咋了？你鸡巴谁面了？吃他一波，吃嘛吧那你？吃他一波，他有几万，他又搁到这，那这个局势，这不搁那儿，局不能吃，咋不能吃？那一上马还等爽，啊，那一上马还等爽，啥？所以吃我吃到都脱了，给，你要吃我都吃你鸡巴的，给，不还是个货？你敢吃不敢？给，那一股，啊，敢吃，敢吃也厉害，咋不敢吃？咱对局，敢吃都把不好意思，那了你说。你要不想弄都这局马是羊圈，你有那个兵，人家还有个马呀。那趁你也不敢吃。那跑不得意思也是，你现在不肯你跟一个公你也不走，你肯你要养硬都是站到哪个了？哪硬啊？这不是你结果，你都别管他了，他对着他，你公你的便便。靠这一点是讲回去的，讲下个事都多。对，讲对下事。你今儿下次得讲回去，不讲你。先讲你了，也先站人了。先站人，咱能还能对讲呢？我得局，你一个公平，我得局啊。让我想站来。都讲你得局不管了是？可以对局。你今儿公平，这可能讲硬呢。你看我一吃炮一蹬啥，你看他都连硬气都没，是不是啊？老伙计，吃你吃吧。我一吃这个，都先进把酒供到这了，还是不？我现在不行，我现在尿。我一吃饱一蹬都喝了，他都没劲儿，你他不能要。你想说你想喝这都就给你坑了，你想你喝这把妈给你捋了都。那我想给他喝这不现在我都捋了他，他有啥气给你这么捋了？喝吧喝吧喝吧，吃吧你不吃了喝了我得了。你那水平我那个，你喝了我觉得都有点丢人。那你把马吃了？对了对了，那你懂？那中了计，那啥也不。把马吃了，赶紧回去。啊，你火比我，你啥这马不？把马吃了，他有如，他电鱼，电鱼啊！
人家把桌给他他上香了吗？你还有直接过命了你杀你了吗？你不杀你了吗？公兵都过来你不要用公兵，你公兵那些警察派你哪能那咋办呢？他啪给你派了咋的？怪不得死了，他把桌给你吃了，那不都香了？他把桌给你吃了，他知道你把马吃了，他敢吃你的血？你得干清楚，你要不赢你都一个公兵都赢了，咋能赢？那你现在不来了，如果赢了，大家不想赢了。吃香，你免给他利益遭去全死了。哎，公平吧你？你都那是能咋的？你准备能咋了呗？他都不知道啥叫三句脑死，我靠！这这能咋的？这能咋的？下一步开始囤囤宝贝，给他把刀一下，吃个香嘛？干！不够哇！对了，一刀局是吧？不够，他有多少不够？咋嘛？我有多少？这咋够？这够啊！可以。他咋？对局都能。咱把桌局搁这，他咋进一步？对局都把桌给吃了。这谁吃了？好的。你觉得再不撑你了，你没有事。他这一撑你咋走了？哎，今跟冰瓶子你咋走了？啊，这就说了嘛，跟冰瓶子你咋走了？你跟为啥都说这个鸡蛋？啥了？我都把香撒了，咋开了？撒香了，这个局都不要了，大过局他都不要了。你三妈都入过了，你三妈陪着。三妈咋入了？三一家都三十了，还三一家你打了？打了不撑死你了？三一家三家到了家就完了，你没有啥。你试试，你试试，给你吃了吗？你试试，给我吃了。不敢胡诌老魏。走吧，给老魏，走吧，陪着。你看了多，别陪着。是哪？我三十年了，给我都打了，等我说了三十年了，给我吃你，我不给你打了，打了我三十年了，还鸡巴中的，打了你啥啥三十？我三十年不三十年了，三十年都三十年了，还跑哪跑嘞？都不知道你掉啥了，乖的吧？三十年了，三十年了，三十年了，就中了。你那边还有啥嘞？那有啥香了？你跟你现在你打不打？现在你打不打？这都是家里你打不打？你自己，你现在家里你打不打？我走了，我还没走了，你都鸡巴骂了我。他妈都走过了，说句话，瞎逼。他妈都走过了，还鸡巴到还是？我日的，对了，我走了，你鸡巴你跟他瞎逼走啥走？我跟你说。什么都输过了，你知道不？我吃嘛，我吃你的嘛嘞！你也想他咋走的？你也想他咋走的？他杀我的，杀我就杀我。啥种子？我都死了，他咋能要？那你飞呗，你想飞你飞呗。我就飞个想死是吧？你还有考虑？你给他牛逼的不轻，你给他瞎逼，给他割刀割刀走了。你都完了，白捂他。吃了他不是啥呀？他是啥？他想的不是啥？他是啥？给他吓我，他叼啥？给他吓我，吓你这啥呗？啥不啥的？啥呗？啥呗？你再找事我给删你了，我删你啥事是？你看你找事弄的不轻，你给他吓给他吓我的不轻，我跟你说，啥呗？你不是一打吆喝啥我的事啥呗？不认识，不认识，找不着。那肯定这回你不傻逼啊？吃包吧，你不说吃包都合计了，吃吧。来把面糊，媳妇，面给他立来分局。我这分不到，分不到，分大分大分不大分，分大分不大分。昨日人家，分大哪里啊？可以。昨日人家我的朋友，现在我的好朋友。当时我替我觉得你行吧？别急了，嗯，着急吧，别别把兵一等，兵一等都可。等了吧，他等了他也赢不了，他能赢了了？你是靠你的手。等了，等了，等啥呢？别急，你抢着。老魏，你叫我吃跑了，你看。对了，我都吃你跑，你看。我一般都顶嘴的话，我要叫你吃，我叫你搁这平局，你这平局，你那等你住都喝了，那把我住一等都喝了呗。我挺费老师。等吧，你叫他等吧，你是非得叫我就不叫他等，你叫他等几单吧，等吧。算你赢了，老魏，算你赢。等吧，你等吧。算你赢，我也不会收割，咱下回等吧，你等吧。算你赢，算你赢，算你赢。走了，你得给我走。我跟你说，走啊！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你得给我走。算你赢，算你赢。走不中，算你赢，算你赢。算我赢了，你输了。我是。